Lazy Mommy Channel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懒妈，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频道。接着上一集，我们浮潜完后就去了这家买海鲜，准备晚上的海鲜餐。这家海鲜店是我在 Instagram 找到的，各类海鲜都有，还有刺身、生蚝跟海胆。这一边是熟的龙虾、海虾、螃蟹等，另一边是腌制的三文鱼，还有一些生的海鲜，种类非常丰富。这边是新鲜的生蚝和塔斯马尼亚海胆。我们这一次是买回去吃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店里直接享用，还有各类寿司可以选择。我们买了一斤熟虾，选了一些刺身，看这鱼比我手还要大。再要了三只澳龙，富贵的英国人拿着利时风给钱，哈哈哈。买单一共426澳币，买好海鲜送回家，我们就准备去 Sea World。 Sea World 是我们这一次黄金海岸旅程的最后一个主题乐园，进去看看先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企鹅，皇帝企鹅，可爱的很。走起路来歪来歪去，特别得意。再走去 Jellyfish 馆看看，这里的 jellyfish 种类比海洋公园多很多，非常漂亮。这里还有一个实验室，可以看到繁殖的水母，有大有小，飘来飘去。走出实验室，还是逃不过礼品店，10块钱一个 jellyfish。 出来之后准备去看海豹表演。看完表演，我们刚刚赶好去喂 Stingray， 一天好像只有2次开放的时间，可以将手伸进去摸摸看。鱼食每个家庭可以买2份，9元1份。我们第一次喂，所以等了好久，他们都不肯上来吃。哎呀，鱼掉下去了。再试一次吧。终于愿意吃了。体验完之后，我们又去看了表演，这次是海豚秀。
让我们好好欣赏一下他们的表演吧。完表演，我们准备再去逛逛。还是那句话，一定要记得多带一套衣服。每个乐园都有戏水池供小朋友玩耍。脱了鞋子，立刻玩起来。就算换了干衣服，也要玩一次打水枪。玩这些小朋友的项目，完全不需要排队。玩完之后，再出来弄湿别人吧。玩玩水，花5块钱，吹干干。到处都是小动物。不得不说，这里的鱼比早上潜水的时候看到的多很多。鲨鱼宝宝正在睡觉。我们再走下去看看水下如何呢？真的好漂亮呀。好喜欢这只海龟。他们游来游去，好自在。看完鱼儿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已经到了乐园关门的时间。再带妹妹出来走动一下。蜜粉哥要再玩玩沙，我们就要回去吃海鲜啦。就让海鲜大餐结束我们的黄金海岸之旅吧。海鲜很棒，非常新鲜，
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分享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